由丹兰一壶咖啡荣誉为你呈现。没错了，这一集田龙带你去玩，我们来到了天拉巴当岸。是，来自我介绍一下。大家好，我是范。大家好，我是佩。大家好，等一下，范佩算你 see you 是这样吗？好，不要，来。大家好，我是 Elsa。Hello， 我是 Mary。这一次呢，真的非常厉害。我们除了有沙巴的朋友跟我们一起去玩之外呢，也有台湾的朋友，掌声鼓励一下。嘿，你是台湾人？对，我是台湾新竹人。OK， 我是旧的，我是新的。啊，没有。所以你是 follow 了我的这个 page 多久呢？大概一年半左右。你觉得真人比较帅还是照片比较帅？你想清楚才回答。真人比较帅，没骗你。好，这样子我们有选错人了。OK， 马上来送 welcome gift， 沙巴非常厉害的咖啡，丹兰一盒咖啡啦。来，你们都爱喝咖啡吗？爱喝。哎，这样就对啦。我很多朋友呢都很爱这个丹兰一盒咖啡，包括我自己啦，很常我都在家里都会泡来喝。好，这个时候呢，我们要开始进行我们的活动。一来到金拉巴档案呢，我们就要探讨充满神秘感、充满历史的这个地方。你看我们后面这个楼梯，它就能够带我们到900年前。哇！耶！你不信？我们马上出发，好不好？Come on, let's go. Okay, let's go. Hi. 好了，现在我们来到了 Agu Batu Tulung Cave 这里。那刚才有说到这个地方可以把我们带回900年前的原因呢，就是因为这一个 cave 它里头是装着棺木，而且是已经被证实是500到900年前的棺木，是不是非常 mystery？ 是咯。也是我说 Kinabatu 当然是一个非常神秘的地方。如果大家发现这个棺木，其实它前面呢，它的盖那里是有雕刻到这个牛头，而且那个牛头呢，它有分大跟小，大的就代表说他以前在这里的地位是比较高，小的那些就比较中，然后有些是没有的，他就是比较是平民这样。而且以前当地人也有在讨论说，到底这个棺木是属于哪一族人。在棺木上来看，除了华人西方人国家我们有棺木之外，所以有人推断这个棺木，这只是推断，是中国人，是华人。到了博国门洞的 information counter 这边了，然后呢，我们在路途发现，原来我们当中有一个非常厉害的导游，我们有范。幸好在路上我没有问讲话的吧，因为有个专业的导游在，我自己都不知道。那现在我们要去参观这个博国门洞，导游吗？你这样厉害，你介绍。我来讲哦。你讲来讲。OK， 其实呢，在国门洞这边呢，它主要是有两个洞穴是可以来参观的啦。其中一个呢就是叫黑洞穴，一个叫白洞穴。但是呢，现在开放的呢就是这个黑洞穴。白洞呢是因为现在目前它是备受保护，意思是讲，如果我们进去，可能它会被我们影响到啊，然后它的这种干扰它的品质啦。对对对，就是干扰它的品质，所以目前呢他们就关闭，没有被开放的。是，各位同学，我跟你说，博国门洞的这个燕窝哈，是世界有名的。就是以前呢，在中国这个皇朝的时候，他们来到提纳巴档案，其中一个原因也是因为可以得到那一个非常厉害、非常纯的燕窝，他们才特别坐船来这里，世界级的。哎，导游，我们现在可以出发了吗？可以啊，龙哥，你不要请我们吃燕窝。
好好哦。好，大概有请。来导演。我觉得那个人员在这里是非常舒服的，他坐在那个竹上面吃着他的这个食物，他感觉是好像与世无争一样，就是很轻松，就在那边吃东西，我们在这边他也不管。我是觉得说他可能在这里生活跟这里当地人已经是有了一定的这个感情，而且大家都信任大家。嗯，真的是第一次跟人员靠得那么近，你知道有多近吗？那么近，很靠近，好了，各位同学，我们现在已经到了这个瓜果曼洞的入口。然后这个瓜果曼洞呢，是号称世界上最多蟑螂的地方，对不对？对，真的很多蟑螂。当然，除了蟑螂之外，刚才我们的导游阿帆已经说了。里面也很多燕子，所以你们怕蟑螂吗 ？OK， 还 OK 啦，超级怕，第一次怕。你怕蟑螂吗 ？OK 啊，这样才好看的嘛，是不是？而且呢，里面呢，它的味道其实还蛮浓的。怎样浓？就是会呛鼻子啊。但是实话，我今天就是冲着这个而来的，到底我们能不能够承受那个味道？是不是？嗯、这个是很大的挑战啊，你听别人说没有用的，你一定要自己来这边体验一下，这样子才对，对吗？对，导游对吗？是真的真的真的进去看会不会把整个路程都走完，还是有人走到一半就出来了，可能忍不住那个味道啊，还是怎样，有这样可能。而且我听说那个蟑螂它其实也不会去打扰你的。对，我也不懂，我觉得这里的蟑螂好像很听话啦，它就不会伤到你的身体去叫你还是怎样，它就只是在旁边。有受过教育了那个蟑螂？没有了，我是觉得可能那个蟑螂它已经是习惯很多人来这边观光了。来，我们马上进去看一下。我发现，当越来越靠近这个山洞的时候，我真的是觉得很壮观。我想来很久了。实话，这是我第一次了，很期待。当中一定要来这个Kinabatangan Gua Guo Man Dong一次，里面真的是很棒。我们没有把所有的这个画面给拍进来，因为我们要保留一些让你自己来看。记得你在这个画面上看到的东西跟你来到亲眼看到是差很远的，对吗？对，真的。Kinabatangan Gua Guo Man。好了，各位同学，现在我们要前往我们住的地方，就是 Bilit Adventure Lodge。 它有趣的地方就是呢，我们车是来到了这个甘蹦，然后呢我们要坐 boat 过去那个 resort 那里，大概是5分钟这样、啊、有没有很期待？哇，我也是很期待。实话，我是第一次来 Kinabatangan 的、哦、真的太多太多惊喜了。 Let's go。我真的是觉得很刺激啊！现在是傍晚6:47，天已经非常暗，是完全看不到东西。但是坐船过去，好刺激啊，很好的体验。
魏同学，要多吃一点哦，等一下我们还有活动要进行。对。晚间活动。你们呢？聆听组，等一下吃完了之后，我们会check in房间，然后呢，我们会进行 night jungle walk。好了，这个时候我们是要准备去 night walk 的。那基于担心有这个蚂蟥，然后呢就要先穿保护套，担心那个蚂蟥会钻进你的鞋子去，然后它吸你的血，这样就不好了。所以我现在已经准备好了，应该没事了。OK， 这次这个 night walk 呢，希望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很特别的东西，比如说一些特别的昆虫啊、动物啊，非常期待。你是破破罐的吧？是来的。好了，各位同学，我们 night jungle walk 走走下也走了将近一个小时。啊、其实如果你问我的话，我们现在在哪里，我真的不知道。不清楚。我们的大哥就是一直走，我们就一直跟。他是我们的 GPS。是，但是我看到他就是很随性，走左边就走左边，走右边走右边，好像乱乱走这样。当然，我们是相信他的。好了，为了证明我们现在的确是在森林中央，我们现在把灯完全关掉，看你们能不能够看见。我们听说伸手不见五指，等下灯一关的时候，我们把我们的手指拿出来，然后摄影师大哥再开灯好不好？准备，一、二、三，看到吗？看到我们谁的手表？好，开灯。太棒了！有没有？伸手不见五指，真的，这个感觉真的是太厉害了。有没有害怕？其实有没有超怕了？你害怕失去大哥？没，不用怕了，他的脑袋里面有 GPS 了，要找到我们哦。是，然后有怕吗？我怕把这。哦，你怕那个？那个东西。是，这个水蛭啦。水蛭，你呢？还可以。还可以吗？你呢？我怕怕黑啊。你怕黑啊？超怕啊！我们有灯不怕。现在有吗？刚才没有。真的，这个感觉实在是太好了。好了，这个时候呢，我们的这个大哥在哪里啊？ Okay. 我看不见他了。GPS 跑去哪里？有了，有了，就在这里了。OK， 那我们继续走。终于回到了 resort 啦。有没有看到我的厉害？我的身体在冒烟了，厉害吗？有没有感觉到我在发功的感觉？哇，就是这个来的。我记得以前我爬神山的时候也是这样冒烟，通常是比较帅的人才会冒烟。哇！所以刚才呢，我们就看见了很多昆虫啊，特别的昆虫，而且看到很多鸟类，而且看到猴子。但是就是摄影师要拍的时候呢，他们就逃跑了。所以呢，大家来到这个 Kinabatangan 这里呢，真的是要试一下这个 night walk， 对不对？对对，很好的体验。真的啦。OK， 好，这个时候呢，我们准备一下回去休息，明天有一系列的活动，还是要进行的，好不好？耶 ，OK。走神了，走神！起来看到那么多雾，是不是很爽哎？爽，超爽，是美，真的非常漂亮。我觉得说呢，这个时候我们做这个 morning cruise， 肯定可以感受到大自然。刚开始的时候，刚刚醒来的时候，趁着雾还大，我们赶紧去坐船。好 ，Let's go。要选好，今天把大妈的。Thank you.
我们马上进行这个环节，就是我们的大哥呢就会教我们怎么撒这个渔网，之后就会轮到你们。如果其中一个撒的最漂亮的话，大哥说 very good， 一百零几次你讲。其他的50了，好不好？ Yeah! OK OK， 来，大哥，macam mana kita mau buang ini？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最厉害的那个赢取107现金奖，他的是50令吉。 OK OK OK， 端端端端端 sekarang saya mau tahu siapa yang paling terumban itu net， 1 2 3 Mary。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Oh thank you lah。长鼻猴了，真的来了。你的人实在是太 nice 了，昨天晚上我们玩得非常疯狂，非常开心，弄到我差点忘记告诉你，我们准备了 lucky draw 礼物是要送给你的，就包括有 Believe Adventure Lost 送出的2天1夜双人套房，还有 East Asia Agency 送出的5张价值150令吉的 car service voucher。 想要赢取以上的这些礼物的朋友呢，首先你必须要是我的 follower， 而第二呢你必须要 like and share 这个 video， 第三在 comment box 里面 tag 5位有 OK， 祝你好运啦！我们要感谢所有的赞助商，就包括有丹南一和咖啡、East Asia Agency， 还有的就是 Onki Sendirian Berhad 啦。当然也不忘记要感谢 Sabah Tourism Board 的认同，谢谢啦。OK， 那 Kinabatangan 真的只有森林跟河吗？告诉你，
其实它还有很多好玩、神秘、刺激等你去发掘的。你多久没出来走啦？考虑今天把档案 ，OK？ 天龙带你去玩，今天把档案，好。